股周三大盘你可以看到呢稍稍的上涨，不过最近最红的莫过于就是 AI 概念股，尤其是伟创，你可以看到呢它今天一开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冲上了涨停板。伟创连两天涨停，股价从年初不到30元，短短半年翻3倍，现在只要跟 AI 沾上边，股价似乎跟着飞天，就连 ETF 也受惠。盘点有纳入 AI 概念股，又主打高股息的指数型基金0056，半年来涨幅逼近30%，00878跟00713都双双涨超过21%，横甩大盘。原本呢，认为它的一个营收呢是比较平淡。只是比较稳定，不过呢，今年以来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些许多新的一种科技的杀手级的应用，让这些公司呢，它开始出现营运上的转机，所以说，大家对它的营收的展望啊，或是说本益比的一个赋予呢，都有一个上修的一个提升。搭上 AI 浪潮，让原本默默成长型的 ETF 一夕间存股变标股，至于投资人要趁高点出脱赚价差，还是继续存，专家有建议。比如说呢，我们就是手上有50张这样的一个投资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一半，或是说30张来做一个调节不过离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资金转向来开始做定期定额比较不会有未来呢再错失掉下一波行情这样一个风险。专家建议，因为高股息 ETF 投资内涵以稳健零股息著称，所以才说适合存股族群。投资人如果想赚波段，也别忘继续存股，才能在稳定中求成长。金新闻吴雅婷、李芳慈采访报道。立刻下载金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